小时之后，然后后来好，终于我到机场刷出来的登机证是大家认识的坐一起，要不然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做？上飞机我们再认识的互相调一下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飞机全满，有人坐好前面，有人坐好后面，很难调啊。空姐说坐下坐下，我们要起飞了啊，那个哦，那就糟糕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亲朋好友坐一起了。